手机是会拿到哪里去的？你的手机啊？哎。刚才不是在拍吗？对，我刚刚不是在拍吗？我是在发邮件。舒服吗？很舒服。机车没有外挡的，啊，没有外挡的，哦，你还有改善，嗯。你有帮他压气吗？有啊。因为这个哈叫平背竖机，很好。舒服吗？舒服吗？
右旋腰，让你的骨盆腔啊周边的肌肉韧带收下，骨盆腔就会复位回到正确的位置上。精神一定很好。精神很好。他喜欢出来吗？我觉得他喜欢呢，我也不知道。喜欢了啊，喜欢出来透透气儿啊。我每天都要至少带他，都会带他出来一次。散步。那你好像饿了啊？嗯，他在饿，但是有电梯，不可惜。你还想睡觉吗？你要这个，你想睡觉。真的。像很多很多同学啊，就主要学校都做了睡着。这样一点点就会。对。慢慢，不要大。你需要大，我不需要。疗法最主要是在身体四肢跟躯干有关，那就三个，骨骼、肌肉和韧带。那身体一定要这个三个配合。如果你光有骨骼没有肉，就骷髅无趣了。如果有肉没有骨头呢，我们菜市场里面肉摊呢，就是一堆肉。但是骨头跟骨头之间呢，如果没有韧带的连接呢，你不可能会活动。而且我身体需要三正，对，肢体来讲啊，就左右要正，左右呢要那个平衡，左右要一定要正位啊。还有呢，前后就是一个冠状面。也自然的生理弯曲，而且很重要的，大家别科比较不注意的，就所谓的水平的症。哦，水平的症就是说，你坐要在水平上，骨头水平上，骨盆上缘要在水平上，但是锁骨两边呢水平，最重要还有一个呢，眉骨啊，要水平上。如果一边高一边低，那一定是长短角。如果左眉骨高的，左脚长；右眉骨高的，右脚长。可是那样已经很严重才看得出来。差不多哈、哦，你的长短角一年以上就会不，不是也不需要很严重。那你妈妈应该没有吧？我看她没有。而且眼睛会大起来，像你的左眼大了。你的左眼。左眼大了，所以你的消化系统应该不是很好。为什么？左脚长是消化系统、泌尿系统，还有生殖系统。你不是我是右脚长。我现在是现在你的表现。哦，对，我是左脚长，没错。左脚长，左脚长。谢谢。
所以我去那个血检老师那边做那个 3D 检测，发现我的右脚啊，右脚很多骨头都有韧带。我再把那个传给你，你帮我看看那怎么样。那时候我的骨关节跟我的骨盆那边都疏松掉了。疏松了。可是在西医上面是看不出来，因为我的骨头比别人还不错，我自己觉得还不错。就只有骨头，这骨头它里面是很非常的空的，那个我肯定看不出，它里面就像蜂窝一样，积积长疮的。它那个土里面连那个骨盆的那个接触的那个地方都松了。哦，骨头蛋，就是。你有看过那个 3D 检测吗？我知道，我二十年前就有这个东西了。但我没看到你有这个机器啊。机器台那么贵，谢谢老师有台。以前的时候，一个叫林春妈妈，他在卖，刚开始100多万的，兄弟。是说林春福吗？啊，林春福。就是卖那个，兄弟的。林春福是。是出来演讲说那个热能的，不是他早先在中山东路树站前面的，树站旁边的中山东路那边的时候，在那边呢弄那个声音的。那我们，我去看看他有很多机器。不去。我有录到他的演讲，我也有去。他后来公司弄到松江路。对呀、啊，那可能同一个。对。他有一阵子在那个山西，很短时间嘛，山西。后来在，他做那个。我有一个朋友，那个在大陆很出名的一个歌手，演星啊，演员。老师，我们讲这个录进去 OK 吗？没有关系。就那个房间有很多的各种不同的仪器，那都是有辅助，但检查出来又怎么样？那至少我就知道我的右边那个地方有这样的，我本来不认为我会有问题，因为我的运动量已经一般人来的高，我东跑西跑。但是有三角形的，有那个六角形的，就是那种。再把我的那个连接给你。分到很细的时候，可以分到1000多种。可以检全身检1000多种。对啊，那检查。一般都100多种、300多种。哦。最细可以检到1000多种。哦。显示我的骨头有很大的问题，所以我想说，看一下。他说你疏松了。对，钙质是。但是有很多人只注意补骨头，钙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胶不补充也行。哦。骨头不是光对，胶很重要。很吃黑木耳，我现在也吃很多黑木耳。